62.7。合计八角五分。差点活超了。大夫告诉我活不了几天了。老刘，当初我不说了个誓言吗？以后我要有钱了，我肯定让你们吃香的喝辣的。这，您确定要取100万吗？我贾有为，我沙白虎，大点声。我许德利，你托我一个干什么？我董建峰，从此结为异姓兄弟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咱俩这等啥来的？等死的。我们仨带你去快乐一下。等不了了，这哪有提前办这事的？他家评分也挺高，那怎么就差这么两天了？我们主打一个高端嘛，从花圈到墓地，从兽医到冥币，一条龙服务。先生，干一架。快！我吓我一跳！是不是你？来，哥们儿，瞅一眼，是这个不是？10万！你存心想要我这账给你？不是，大哥，你是搁这看门呢，还是搁这住啊？